今天来到了码头啊，过来看一下有什么海鲜。看这个冰箱啊，这个椰冰箱很肥，看一下。一共看这玩意儿咋整的？这个冰箱，这是挺大的。放这个说的，坐下。不少了。他怎么不走？没转账，怎么不走呀？来，家里，老弟，老弟，这两筐子多少？他一停令，多少？他一停令。现在的时候正好是皮皮虾的时候啊，看一下。大家不用。现在到了皮皮虾分点的地方啊，这是分点皮皮虾。分点完了，全都装到大车上拉走。